是，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在太阳队上半场总共上场了10名球员，这10个球员都拿到分数了。那么连 Channing Frye 先发今天当然是分数少了一点了，上半场在第一节只拿到2分，第二节就没有任何进账了。那么再来看到林书豪这个点了，林书豪在上半场是打了大概12分钟左右，但其实并没有太多他出手的机会。对，他今天还是以这助攻为主，那当然你不要其他每一场球都是要朝大三元的迈进，那是比较可遇不可求的，主要还是让大家对板凳这一块是有信心的话，让这先发球员可以打得更加放心。是，那林书豪在上半场呢上场了12分钟又41秒，攻下6分，有1次的助攻，1次的超截，另外有1次的失误，还有1次的犯规。